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KI 纳金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介绍钢铁人在纽约的新家。你们是不是以为钢铁人就只有海边那个家，然后忘记了我还有一个东尼史塔克大楼哦？但是那个史塔克大楼呢，就在纽约市。所以我们现在洛圣都已经可以前往纽约市的，我顺便就可以介绍我的新家。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请先帮我按下喜欢，还没订阅的观众朋友也可以帮我按下订阅按钮。然后我们就正片开始啊！首先，我们知道走这个桥可以过去，但是我们用飞的可以过去吗？用飞的我就不确定了。我们故意不走桥，我们用飞的看看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来了来了，那一座桥最后是跑进海底耶。我们从这边飞哦，陆地出现，可以。我们用飞的也可以到达这一个纽约都市。那我们要怎么找到我的那一栋大楼呢？我那一栋大楼非常非常的高，我好像隐约看到了其中一间很高的房子。没错，那一间就是我家。我们先找到纽约时代广场，应该是往这个方向吧，对不对？这边这边。然后，我记得之前好像这边没有这么多哦，来了，这边就是时代广场嘛。然后之前好像有几栋大楼没有那么高哎，我们看一下，你看这边什么时候多了一间这么高的大厦？也太高了吧，高到一个极限哎。另外一间也是，这个都比花园银行大楼还要高哎，但是。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，我们的主角是东尼史塔克大楼。来，这个史塔克大楼这边，史塔克的字样啊，有没有？我记得从侧边也可以看得到它这个字样。好，我们从这边看有没有史塔克。只不过这一间大楼后来卖掉了，所以你们在后面的电影就没有看到这一间了，有没有？哇，其实这一间很赞哎。然后一般我是用飞的回家啦，但是正常人应该是坐下面的电梯回家。来了，我带你们去看一下下面的电梯。我记得是要往这边进去。我找一下啊，我对这边有点不熟啊，因为我平常呢都是用飞的啊，我没有在用走的啊。找一下，好像不是从这边进去啊。我们先去下面，然后我们绕个一圈，我们就知道电梯入口在哪里了。有没有道理？长这么大不知道自己家里的入口啊，花了不少钱盖这一个史塔克大厦哎。然后我们的入口可以往这边，我没找到。没关系，我们东西南北各找一遍就知道入口在哪里了，好不好？大家不要紧张。是这边吗？看起来，哎呦，它这边可以进停车场。然后这边往上可以去哪里？这边跟迷宫一样啊。哇嘞，这边好像没办法哎，这边算是二楼的吧，对不对？二楼的露台。所以应该不是在这边，我们往这边走，它一定有路可以进去啊！大家不要紧张哦，找到了，我们史塔克大楼的这个入口就是从这边进去，有没有？来，我们进去哦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是我专属的门啊！然后可以在边看到这个，好像是这个是洛基的刀吗？因为那时候他有装一颗石头啊。有没有人知道这是谁的刀？我记得应该是洛基的吧？还是记错了？
然后这个是我这个钢铁人的这个手提包，前面的钢铁人啊是要这样子穿着手提包给装上去的，后面都是这种奈米技术。我现在这一套是 NK85， 这一套不知道是 NK 几的时候在穿的、哦、手提公事包，我记得很前面的型号啊。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客厅嘛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圆圆的心脏，这是早期我 NK1 的时候吧，以前在逃难的时候做出的第一个心脏啊，虽然效果非常差，但是它也让我从这个沙漠中逃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个核心对我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来看一下这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小彩蛋。你看这个楼梯，它是有装玻璃还没装玻璃啊？正常这样走过去会不会摔下去啊？欸，是可以走的欸，好像有装玻璃，因为我看走不过去了，我还以为没装玻璃的、欸、没装玻璃这样子不就摔下去了。然后这边是这个外面的露台，外面的阳台哦，你看它下面还有第二层欸，它不是只有这一层而已欸，你们看它下面这个几层楼都是我的啊。然后下去的方法要走这边，因为我们一般来讲我们钢铁人都会从这边降落啊，下面这个是给直升机降落的，然后我们钢铁人就是可以从这边飞，有没有？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会坏掉？好，这样子有没有？我来表演一下，我们先外面环游世界一圈，然后我们要回家的时候是要瞄准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，慢一点。钢铁人有点不是很好操控，然后我们降落完美，然后这边就可以进去，有没有？他就可以帮你脱装备什么的，哎，这样子就过来了，有没有？然后我们就可以脱下我们的安全帽，就像是这样子，帅哦！这边有以前的这个服装哎，好多哦。虽然我都叫不出来他们是什么名字啊，这种圆的应该是比较旧的吧，我记得圆的心脏是比较旧的，后面的心脏都改成这种三角形的，圆的是比较早期的啊。然后还有这一个钢铁浩克，这边怎么有钢铁浩克？然后下面这边有一层，然后这边有一些电脑可以去做一些操作，然后我们这边可以过来，哇，爽！然后我们还可以去那个顶头的天线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豪宅的感觉。诶，它在地图上有没有标示啊？我看一下，有，地图上有标示一个家，所以大家可以过来这边住啊，有没有？我们在时代广场的右下角，然后我在这边其实也有买好几个家，基本上这一间应该是可以进去哦。我去看一下，这毕竟是我旁边的这个，诶，等一下，阿卡士。傻眼，差点卡死啊！那一栋大楼盖那么大，我应该也有点资产可以进去吧，对不对？我应该有在这边买房子啊。哎，你们看，这条路都写中文呢，粤港居点新房哦，我还写繁体中文呢，冰旺指压按摩，好亲切的感觉哦，超假首饰。超假珠宝首饰什么东西啦？好赞哦，有中文，好翻大地卡拉 OK， 哎、欸，这个地方我喜欢哎、欸，因为有中文就是赞啊。这一区应该是类似什么华人街之类的吧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不是，重点我是要想办法进这一个，它这栋大厦下面有这种麒麟地是盖这种老房子哎、欸，也太奇怪了吧，对不对？从这边进去吗？它这栋大厦竟然没有可以进去的地方，但其实在这个纽约，我有买很多家、啊，例如另外一个家在这个地方，这边，这一栋大厦有没有？哇，这边也有自产呐、啊，在这边看跨年烟火就不用人挤人啦、啊。然后我进去给你们看，哦，我们进来，等一下，你进门的这个空间会不会太小了一点啊？没办法，这边市区。寸土寸金啊，你进来的这个小楼梯哇很小，然后你看这个 view， 我们是不是看这个跨年烟火还是什么的，有没有
下面就会人挤人，然后我就可以在这边，你看这个景，超级超级棒。然后前面是我的客厅嘛，然后再来就是它是只有一个房间而已。后面这个是厕所，厕所也是有景的哎，有没有？我这边还特地放了一张椅子，就是要享受这个美景。好啦，那么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最后呢，我要感谢这些加入 YouTube 会员的人，因为有你们让阿金变得更好，感谢你们，就这样。